消防灾难应变救援队用生命探测器确认泥石底下有冇人被困。虽然打完风，但台风摩羯嘅外围雨带持续为本港带嚟不稳定嘅天气。星期日朝头早大概七点到，大埔新娘潭路近三担楼有一幅护土墙倒冧，影响范围达到15米乘5米，阻碍咗来回嘅行车线，灯柱亦都被山泥压弯。消防赶到现场处理，初步相信冇人伤亡。受事故的影响，新娘潭路来回方向近三担落全部行车线封闭，当中九巴路线275R 亦都需要暂停服务。